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这种女人？陈述稳重的，阳光开朗的，温柔细腻的，还是玩世不恭坏坏的？代言费到账了没？到一半了。把我那部分拿过来，越快越好。啊？你有这么多钱干嘛呀？管不着。那这样啊，我跟你钱，你给我曹玲的联系方式，咱俩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号。你想得美，有本事自己要去。我要是真有本事的话，用得着求着你一路吗？干嘛？ 提儿，还有我还没造表啊！你真的好。姐姐们好。假设你们三十刚出头，经济独立，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，有思想，有主见，有能力，但你们还想要什么？什么都不用了。难道就不想要一个爱你、懂你、陪伴你的男朋友？还好吧，李叔的那种女人，她不需要男朋友。 那好，换个问法，什么样的男人才能打动这种女人？陈述稳重的，阳光开朗的，温柔细腻的，还是玩世不恭坏坏的？哈哈，是他一个朋友在追这样一个女人。啊，是。 首先呢，长得要帅，对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有过，少说多做，要务实。别整虚的，99朵玫瑰花不如大姨妈时候的一杯红糖水。100句我爱你啊，都抵不过大雨中的一把伞。虽然女人天生就有母性，但真别把自己当儿子。她虽然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但绝不代表她愿意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还随时可能变心的人当妈。 最后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懂得分寸，把握距离，该进进，该退退，该消失的时候一定不能出现。别一天到晚陪伴陪伴的，人烦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待着，让他知道，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随时都在他身边。够了，一个人惯了，没事就觉得有事的时候拿着家伙就朝前冲，就像惯性似的。没错。 越是亲近的人，越能感受到那种距离感，但他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脱不下那身好不容易才穿上的盔甲。亲近的时候，可能会硌得你很疼，但没办法，你要真爱他，就得给他时间，让他慢慢学会依赖你，慢慢习惯身边有你。 真不是他，是他一个朋友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临时代入一下吗？带的好啊，带的好。那个大姐，如果那个女人要是有个4岁的孩子呢？是真不巧，我也有这样一个朋友。 这世界很酷。